我来啦，我来啦，到底不能来打歌。能龙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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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龙马。现在玩票不玩台呀？啊 ？OK 啊 ，OK 啊 ，Let's go，Let's go，Let's go。我来咯。啊！咩完了？太阳要由东边升起了。系啊，今日咧就有单新闻咧，就系嗰个《浪客剑心》嘅作者啊，和月新云咧，就俾人怀疑咧就藏有儿童色情啊，有几俾嗰啲咸相啊、儿童咸相同嗰啲咸碟咧，就于是乎咧就俾人拉咗。咁咧就好可惜嘅，因为咧佢系做过，佢系边个啊？好似佢好似又系做过唔知边啲劲人师傅嗰啲助手啊，好似小田健系嘛，如果冇记错，佢做个小田健助手做一轮咧之后，佢就即刻发围啦，即刻整个《浪客剑心》咁啊，当时咧都好多人睇嘅，《浪客剑心》当时啊好多都好多 fans 啊，咁啊佢啊即系好彩啦，后生嘅时候已经有一套当红嘅漫画，咁咧点知咧就出完《浪客剑心》之后咧就无以为继嘅。之后咧佢出过一套嘢叫咩《武装炼金》，咁咧就同期啊俾钢之炼金术师打到残，因为大家都系讲咩炼金术，但系钢之炼金术师又好睇啲啊，即系打爆佢啊嗰啲咁样啦，系嘛？咁啊，结果就唔知有几多期啊，即刻俾人腰斩咗啦！嗰个咩武装炼金，你哋都冇睇过啦，系嘛？你有冇睇过武装炼金？吓、啊？有几多人睇过？又武装炼金唔收得，好似有动画嘅，不过就算衰极个铺吓，因为武装炼金其实几好睇，真系惨在有钢炼。总之是同期啊，因为就是好奇怪，你会不会好奇怪点解咁 QK 咁巧合两套嘢咁啱又系讲炼金术咧，系嘛？因为话好睇过《钢之炼金术师》啊，咁我又冇睇晒《武装炼金》，我就唔知道啦。呢、這、一个就吓、啊，我睇过一期啊，头几期啦，我就睇过一下啦，系嘛？讲啲咩咧？就系又系一开头有个。有个女仔，跟住咧就话唔知好似又系有个人就死之后就换咗个心脏定点样啦，就系咁样，跟住就总之就系好似嗰啲有个女人就会操控一个战士咁样啦，类似就系咁样咯。个主角就攞住支矛定乜鬼嘢咁样，跟住会有啲好似会念啲咒语要变身嘅，佢唔知要佢个心脏系炼金术炼出嚟定乜鬼嘢啊，吓？画风同《浪客剑心》嗰啲差唔多咯，不过佢又冇咗，佢就唔再画嗰啲点讲啊和服啊嗰啲咁样咯，变咗就系有啲似个以前系咪有一套叫咩黑猫啊咩 Black Cat 咁嗰类嗰啲画风嗰啲咁样咯吓、啊，因为讲紧边个作者和月新云啊嗰、那个《浪客剑心》嗰个作者，咁咧就於是乎咧，就最後就俾人周到，有啲兄弟都問得好，點解會俾人周到佢藏有兒童色情，我都唔知，俾人告轉咯、啊，肯定傻。呢啲嘢正路咧就真係唔會俾人知道佢藏有兒童色情嘅，咁但係就即係肯定係俾人報轉噶啦。啊，喺日本呢個地方就係藏有兒童色情都係犯法，香港係咪啊？係啊，有冇人知道？啊？而家个个人就话咩武装炼金明明好好睇，腰斩咗你先嘢嚟咁讲。嗰阵时入，如果你支持，可能佢都唔使咁阴功，吓、啊。而家又话好睇，好睇，好睇，啊！一早啊，如果你当时支持佢，就唔会咁啦，系嘛，吓、啊。又话咩 FBI is watching you 啊，系嘛？有边度藏有儿童色情嘅喂？咁喂，大佬点为之藏有先？呢样嘢就系例如话你中咗病毒，打个比喻啊，因为佢割你个网，可能割你个一开嗰个浏览器狂弹嗰啲，
兒童色情咁樣，咁你就即刻，哎，隔離有條友咁啱你有個人想砌你生豬肉好耐，即刻喺手機影得影低你張相之後，咁樣即刻砌你生豬肉，哇！點解你電腦有呢啲兒童色情鹹相㗎？咁樣即刻告得入咩，大佬？咁呢即係要睇情況啊，大佬。例如你話製造兒童色情咧，嗰啲肯定犯法㗎啦。即、就、係、是、你揾啲兒童拍呢啲鹹片，有啲乜乜乜。咁你因為你我話意思就係話你藏有嗰個字眼，即係你即係持有呢一樣嘢咧，係好好難界定嘅呢樣嘢。好似我啱啱咁講，又咁樣都可以，嗰一秒鐘你都係持有緊，咁你就即刻俾人砌嘅咯喎，係嘛？咁所以就係、是、即係有啲地鬼佬地區好似都係你拍先至犯法。如果你持有或者藏有，未必係賴嘢嘅，係嘛？好似系咁样啦，咁当然呢啲系有问题啦，儿童色情嘅嘢，但系我啱啱就系讨论紧嗰个法律，究竟佢系点样界定啊？即系点样系即系有关色即系儿童色情嘅点样拉人嘅咧？就系、是、我印象中就系最恶极咧，就系制造嗰个啦。首先影相，咁日本而家就可能就会拉埋持有嗰、那个，系、啊、嘛？又话咩持有毒品算唔算犯法？又好似嗱、啊、香港地咧，如果又系有呢样嘢，香港地咧毒品咧就系点计数咧？佢就系咩藏毒同埋运毒两个罪啊！如果我冇记错，咁咧运毒咧就系、是、即系你而家即系负责贩卖啊呢啲啦，咁啊 trafficking 咁就系、是、即系负责喺度偷卖白粉啊、海洛因啊、大麻，咁呢个就系犯法啦。咁啊，跟住咧藏有咧就係你大批咁喺度，好似貨倉，唔知總之過咗一批數量咧就係嘅。懟大麻咧，即係如果你喺度食緊咧，好似係佢最多就即刻拉你去嗰啲咩戒毒中心嗰啲，佢就唔可以用一條罪嚟即係坐你嘅。即係好似你嫖妓，佢唔會香港地都唔係犯法噶，但係你咩利用他人身體咧？即係咁就係咩馬夫啊，咩集團式經營咧就係犯法咁樣，類似係咁樣咯。鬼佬嘅法律通常都係咁嘅啊。吸毒係犯法，我唔知喎。我印象中佢好似我係聽得多就係咩藏毒罪、運毒罪啊，聽得多啊，好少聽啊。聽到印象中就好少話報紙話拉咗幾多個導遊咩吸毒罪，好似就冇咯啊。好，俾咗上去我识啊，冇办法啊，啊，有机会啊，哎呀，你个抽筋啊，一嘢俾咗上去，啊系咯，有啲人都系咁讲，吸毒唔系，即系法律上香港嘅法律系咁样嘅，你要坐唔坐到一个人咧，你系要睇个法律佢有冇真系犯到法。咁啊，呢、這、一个就系、是、即系香港地人冇啊，基本法上系冇一样嘢就系、是、吸毒犯法，就系、是、藏毒同运毒呢两样嘢咯，所以就系咁样啊。所以我就话呢咩，即系我啱啱就喺度问咯，究竟儿童色情喺香港地藏有系咪犯法咧？咁而家黄月新闻俾人拉咗，就知道肯定日本就藏有唔得啦，系嘛？就系、是、咁样。好、oh. 哎，呢球点啊？俾落去，俾个短啫，想再吸过嚟。哎呀，我识啊！咁啊，总之就系咁样啦。而家我谂佢都好惨嘅。黄新闻咧就而家咧就即系啱啱咧本身咧连咩浪客剑心咧又连载再开噶啦。就咩北海道篇，就讲啊咩剑心嗰啲咩仔又大个啊，咩即系讲紧原本嗰啲僆仔大个咗会点样啊之类咁样吓，咁啊开始咗冇耐就即刻冚档啦，似乎我谂都应该，因为日本人好着重呢啲嘅，即系一有呢啲坏新闻咧，即刻即系就算可能打得甩啊，或者点样咧，都可能都唔会俾佢再画落去啦，因为少年针都唔想俾佢。影响
拖累，因为佢话咁正气少年漫画，跟住就可能啲友就话阿妈又会担心啦，就哇我仔原来睇啲，即系佢哋可能会有啲咁嘅思想啦。我仔原来睇紧一个即系藏有儿童色情嘅漫画家画嘅画，会唔会嗰日会唔会扭扭你画啲儿童色情啊，教坏我仔啊？咁可能佢会有呢啲咁嘅，即系可能佢系惊咯，即系佢作为一个集团。集英社少年針又會驚呢啲咁嘅嘢咯，咁藏友係啊，呢個係唔啱嘅，的確係啊，佢個作者都係有問題嘅啊，可能佢精神有問題啊，或者心理上有問題啊，呢啲又係有嗰、那個和月生雲就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咁啊，唔知点啦，而家佢会睇到点样呢？即系佢究竟会系即系会坐监啊，定系点呢？就而家未知啊。佢好似系藏有唔止，即系唔系话好少量啊，有十几饼嗰啲 VCD 定乜鬼嘢？喺个新闻就系咁样讲咯，佢又藏咗十几饼 VCD、DVD，跟住仲有啲照片啊。哦，我识啊。有咩咁都少啊？咩 VCD、DVD 我点知啊？我净系记得佢话咩光碟，我都系睇日文嘅啲新闻。总之又有呢啲咁嘅光碟啦，唔知 VCD 定 DVD 好，俾咗上去。但系佢本身画嗰啲漫画咧就好少有，我印象中《浪客剑心》都冇咩细路女啊，好似有冇出现嗰啲小女孩都冇，即系你单凭你好难想象到佢系画儿童色情嘅。坦白讲，你咩《浪客剑心》啊呢啲都冇咩咸湿嘢，即系好老实讲。准备啊！招必杀，要再次入多球，脚趾尾拉细，可惜啊，咁咁细力啊！咁咧就即系《浪客剑心》啊，咩就算武装年金都好啦，其实好少画一啲年纪细嘅，而且佢画年纪细嗰啲咧，就通常都系画啲男仔多啊嘛，《浪客剑心》有个咩离岩啊，学紧剑心学剑啊，即系成日用木刀啊嗰个人。咁啊，之后我印象中都冇咩其他小朋友咯，通常都系话啲男仔斩斩下，亦都好少有啲女人好性感 sexy。即系你就咁睇嗰啲画风，你又好难感觉到啊！哇，原来佢系会藏有儿童色情噶，咁样你都系真系唔系好知啊。单论个画风嘅话，你系唔会咁样察觉到咯，啊。攞下剑心，我记得我系睇到自红片之后打后嗰啲已经冇咗记忆啦。打后嗰啲就系有啲人都话咩烂尾，有一个叫咩，有一集好似后来动画帮佢搞咗个咩天草四郎，即系本身咧打完自红嗰、那个，即系嗰啲能力已经系劲到飞天喎，学晒啲咩闪咩闪，已经系最劲嘅招数打。即系我记得打过咩天草四郎，一开头已经俾天草四郎打咗落街，咩跟住只眼都盲埋定乜鬼嘢吓？剑心盲鬼咗嘛？我记得嗰阵时话咩？我睇唔到嘢，最后好似开翻眼吓。又中次郎系咪正太都唔算啦？点会算正太少年啊？系咪咩天草次郎系嘛？雪代原系第二个追忆篇，唔系啊，有打天草，也后来有个唔知讲咩耶稣传咗入去，佢话天草次郎系唔知喺度传耶稣教，你唔记得啦咩？我后期已经冇乜记忆模糊，最模糊嗰段时间我都记到有呢啲。喺亚视播啊，嗰阵时亚视播《浪客剑心》，佢话咩天草次郎喺度唔知咩传耶稣教啊咩，跟住就即系假传圣旨，之后聚咗班人啊，想作反之类嗰啲咁样啊。跟住一开头剑心察觉到啊，
即刻同佢打啦，头几集嘅事，之后喺个悬崖度打，之后人哋天早痴我，唔知出咗一招唔知乜招，跟住就成剑心成个飞咗落街悬崖，差啲死，之后俾人喺海度救翻，之后佢又盲，佢话咩我只眼啊睇唔到嘢啊，佢就系咁样，跟住就嗰一集就完咗，好有印象吓。跟住就之后又唔系好记得点样又再变劲啊，医翻好只眼等等等等啦、啊。跟住你讲咩雪代员就系嗰个咩追忆篇都系盲嘅，即系佢呢条桥用咗两次。咁佢盲咩嗰阵时讲佢仲系一个杀手咩拔刀斋嗰个年代，跟住佢话咩嗰阵时咧就佢话咩佢条女就系本身咧就安排一条女咧就去即係類似係服侍啊劍心嘅，攞嚟控制佢間諜嚟嘅。之後劍心就成日同佢敦論啊，點點點。跟住後來劍心有一次咧都知道佢係間諜啊之類，但係嗰個女仔唔知好似幫佢擋個刀定乜鬼嘢啦。嗰個刀疤就係嗰個其中一下就係嗰個劍心個刀疤就係嗰條女戒落去啊嘛。跟住就，跟住就咩啊嘛？跟住佢细佬咪咩雪代员，我都仲记得。之后话咩要报仇，话佢累死佢家姐。跟住就之后就点啊？跟住就唔知又喺度攞啲石灰粉审盲个剑心只眼，审盲佢之后咧就，跟住剑心就俾人围，跟住围殴啊！好似隔篱啊，系本身仲话剑心话咩可以用耳力听到人哋喺边。即係隔離啲友仲特登喺度放炮仗，我記得嗰陣時就係佢眼又聾啊，眼又蒙，耳又聾嗰個情況啊。咁樣之後咧，就最後你估劍心點樣解救啊？點睇？又係咩大過機劇情？真心黐線係啊！我就可以背曬，因為我中意睇嗰套嘢，我就係勁到可以。第几格第几格可以由头噏晒出嚟啊！好，你估下，而家我考你啦，而家你当你剑心未睇过嘅人，而家我俾个处境你，而家你俾人攞石灰粉审落你只眼度，你擘大唔到啊！短期内失去视力，之后隔篱咧就系咁喺度 ，blong blong blong 啊，喺度烧炮仗打到你耳朵都聋埋。当当当咁，你而家就俾人围殴紧啦，对，即系前面有十几个废柴杂卒加一个大佬高手剑士牛龟一样咁大只嘅，跟住而且用嗰啲大刀，咁你会点做咧吓？啊，又话咩用水洗眼？你觉得人哋会他他条条俾你用水洗眼咩？你话诶唔好意思暂停，我咁啊攞水洗洗只眼。而且石灰粉咧，你唔可以即刻攞水洗嘅，唔系咁易洗得甩嘅啊。啊！呀，打电话报警啊！打电话报警，只要全部嗰个古代，一嚟古代啦，二嚟人哋仲会俾你报到警咩？咁千钧一发。就算俾劍心有大哥大有手提電話，而家都唔掂啦，即刻勾爛你個手機啊，係嘛？啊，證明你全部冇一個人可以同劍心比。我話俾你聽，劍心係點樣做咧？劍心咧就係用嗰一招絕招叫龍鳴閃啊！佢就係話咩整龍，佢就係見到啲人係咁喺佢耳邊掉炮仗，佢就用一招招數咧，就唔知攞把劍刮落去嗰個咩刀鞘嗰度，之後就勁大，即係你成掹刀咪成日傾傾坑坑，佢就一嘢大力傾落去，之後整聾曬，即係隔離啲有嗰周邊啲人嘅耳仔啦。咁劍心本身已經耳聾咗，所以佢聽唔到啊，冇事。咁但係嗰邊，因為嗰度啲人咧啱啱好即係聾嘅時候會伸入啊，或者點樣，同埋停一停嘅時候，咁佢就知道佢嘅方位啦。咁跟住佢就即刻出超必殺技，棍棍棍，斬斬斬斬斬，之後對面就全軍覆沒，就係咁，咦？佢就係咁一嘢斬死曬。咁而家就可以見到你哋冇一個人勁得過劍心，全部嗰邊入佢中路，有啲人話用第六感，有啲人話咩用屎眼睇乜乜乜乜乜。佢只咪自己只耳听唔到就系，因为佢之前已经俾人震聋嗰只耳啊！佢啱啱佢就话佢俾人攞炮仗 b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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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嘅时候，咁所以佢嗰阵时就可以出招，佢就冇事，
佢就係咁講。咁佢一出嘅時候，對面隻耳仔龍梗係到佢隻耳仔好翻，佢話有個時間差喺度，咁佢就類似係咁樣啦。咁啊，跟住有個空隙之後就出超必殺技冚殺，將對面啲友全部斬死靚啊！又話蜘蛛感，係啊，極人啊可以用蜘蛛感嚟噶啊！又咩講嘢斯文啲？有咩咁？我有咩咁唔斯文？啱啱講嘅嘢就係有咩咁唔斯文啊？有咩咁唔斯文？好。我應該冇記錯啊嘛，嗰、那個我記得嗰一幕戲係咁啊，我記得就係佢俾人審盲嗰隻眼，跟住有龍，跟住就出就係用過呢一招叫龍明閃，全套漫畫唯一出過一次，就喺呢一場就出咗呢，即係即刻安一招新嘅超必俾佢。之後佢呢個係前傳嚟嘅，打後反而就一次都冇用過呢啲咩招啊。就是咁樣咯，呢、這、一個就係咩劍心嗰、那個劍心咧，其實都可以話係偽善者。佢咩後來佢用咗一把嘢叫咩逆刃刀啊？咩叫逆刃刀咧？大家話咩咧？咩叫逆刃刀咧？大家知道日本刀正常劈嗰邊就係磨好曬，就係、是、會見血封喉噶啦，係嘛？咁咧逆刃咧就係、是、意思咧。就係嗰、那個佢嗰、那個即係可能殺人啊，戒到人哋流血嗰一邊咧，佢調翻轉嘅，就對住自己喺刀背，原先刀背嘅位咧就調轉咗喺面啊，咁如果喺面刀刃嘅位置咧就調咗去刀背，咁就為之逆刃刀，所以劍心咧就係、是。佢劈佢嗰支其實係棍嚟，你可以咁講。咁根本就話咩劍咧，根本多餘。其實就係一支棍，因為就劈唔死人。佢就喺度咁樣喺度拗，當少年警棍喺度拗啊佢啊嚇。又話咩直接講兩邊未開封，唔係喎，佢就係後邊開封，因為佢有時會斬啲，佢有時咧唔知。咩？佢有時要斬爆啲柱走佬嗰陣時，佢就會調轉把刀嚟用。佢就要劈啲死物嘅時候，佢就會，所以叫逆刃，方便佢平時斬人唔會斬死人咁樣啊。我話俾你聽，其實咧，我話俾你聽啊，嗰、那個弧度咧係好難劈嘅。如果你真係倒轉把刀咁喺度用，話真正即係想話咩要戒開啲嘢咧，你倒轉咧嗰、那個弧度咧物理上係好難可以做到呢樣嘢咯。點樣刀要彎就係流線型方便咁片落去，你調翻轉咧其實係好鬼難用嘅。啊，呢、這個倒勾撞咧其實係好難可以做到咯。啊！呀咩用文科仔，你自己睇下啦。你试下攞镰刀啊，你又劈树啊，你又你试下咁样劈下咯，你又跟住啦，即系你就会明白点解嗰个弧线型嗰个重要性。你先顺住个弧线劈，同埋你之后又攞，你又试下学跟佢攞啲刀背，话都系唔好啊。咁样有机会把刀会崩，你真系唔好试。因为有机会成把个刀刃飞出嚟，即系弹出去。镰刀劈树就劈唔到啊！我话俾你听，因为佢佢个弯形咧，你系唔适合咁样去冚劈一啲嘢戒啊，或者点样就得啊？咩把剑？点解唔磨晒两边咁啊？用边都得系啊！即系你话正常咧，佢就伪善啊！正常剑咧，中国古代嘅剑咧就系两边都磨晒嘅，剑就系咁样，刀就系净系一边磨。点样分咩为之剑？咩为之刀咧？啊，刀就系有一边开咗锋，另一边就冇嘅。好似菜刀啊，咩九环刀啊嗰啲就系咁样嘅啊。咁咧就点解咁做咧？就系、是、方便佢大力咁样压落去嘅，即系有时你同人斗剑咧，你攞刀嗰啲嘢，你就可以用只手两只手，即系扶住个刀背一嘢怼落去都仲得吓，而且可以挡人嘅，你又可以食住啲力啊，即系你可以攞膊头揞住个刀背啊，等等等等，做好多咁嘅招数。
剑咧就要灵活嘅，就系、是、你啊笃下呢边，笃下嗰度，所以就两边都有刀，即系开晒锋，方便界人、伤人嗰啲啊，插啊嗰啲咁样啊，啊中国剑用嚟刺系啊。啊！银蛇把毒爷护咪木刀一样杀到人咯，系木棍都可以杀到人啊！你俾人兜头拗落去，你睇下你死唔死？一嘢后脑着个卜落去，都死啊，系嘛？总之，逆刃刀要戒嘢好难啊！你讲跟翻嗰个，你自己谂下嗰个弧线调翻转就知啊！你系明白，你自己用上去都唔顺手啊，棘手棘脚咁样啊！啊咩啊？咩重剑无锋大巧不工系啊？呢、这个咩咩玄铁重剑？总而言之啊，就系咁啦。而家就系和雨生云咧，就会有机会咧，就即系面临一个重大嘅危机啦。咁会唔会坐监咧？就要再等一啲新闻啊、消息啊嗰啲咁样咯。所以就系即系呢样嘢就系有啲可惜嘅，因为有啲剑心 fans 啊等等。剑心好似最红嗰阵就系都系志志红嗰个年，即系嗰个叫咩啊？幕末篇啊，我唔记得叫乜鬼篇咯。嗰就最多人睇啊。志志红呢个人咧有个特点咧，就系咩？又系之前就总之佢要造反啦，跟住咧佢就成身咧就俾人烧伤晒噶啦，跟住咧佢打交咧就只可以用3分钟。总之佢就讲到佢系全套嘢入边最劲。劲到抽筋啊！跟住佢就只能够3分钟，点解呢？因为佢俾咩汗腺烧到嗰啲咩皮脂腺坏死咗，跟住如果即系 keep 住运动呢，就会排唔到汗呢，就会死啊，心即系会有病。咁所以佢打佢次次都劲串嘅，跟住话咩3分钟啊得啊，点点点，即系佢把剑咪唔识熄着火啊！呢个系到现今嘅现时嘅科技都做唔到嘅嘢，但系喺古代啊都好啊。咁佢系点样做呢？就系佢唔知戒，佢攞把刀唔知磨啲咩，佢就有火啊。我记得佢话咩，嗰把刀有啲咩齿轮定乜鬼嘢，总之一戳落去就会戒落某啲嘢，佢就可以有啲火着火出嚟咯，摩擦出嚟。到草剃经劲过草剃经。咁啊，志志雄呢个角色又都系好受欢迎咯。我净系记得有条女啊，剑心唯一一个性感角色嘅系志志雄条女，就系成日喺度打交前就喺度揽头揽颈摸身摸势啊，嗰啲咁样啊，类似系咁样，我冇记错就系咁样。好嚟啦，有机会啦，呢下过咗，哇，俾人掹三。呀咩？把刀有人嘅油脂，好似系啊咩？杀得人多，即系有人嘅啲油定乜鬼嘅黐线！我话你杀得人多，你嘅血就多啫，油脂你就要喺你嗰个人就唔系杀人啊，就系兴喺度同人玩片皮鸭凌迟，系咁戒人肥膏啊，做猪肉佬或者又会有油脂，斩人咩啊？即系。佢叫咩人斩啊？好似总之就系专杀人噶啦。佢话志志雄，除非你系一个猪肉佬、猪肉荣，你啊把刀又可以有好多油脂啦。如果你话斩人咧，血就多，但系血就未至于易燃到咁样，系咪先？所以就系咁样咯。你点睇啊？所以其实系有少少北市，不过嗰阵时系睇得几过瘾，即系睇呢啲咁嘅设定，觉得都 OK 啊吓。呢个话咁长波衫咪劲难睇啊！我呢会唔会觉得我系有少少难睇吓？志志雄咧系劲在咩咧？我记得总之最后咧，我即系啲主角咧就好狗嘅，唔知四秋日剑心咩左之助。咩咩，仲有个咩苍，有个系咪叫苍子啊？系嘛？定系嘛？我记得一个名好似痔疮咁样啊，苍子。之后仲有四奶心苍子啊，系嘛？苍子啊，痔疮定苍子？
四奶心仓字，跟住仲有嗰个斋藤一，最后啊四抽一嘅，跟住智智龙最劲咧就系咩？咁一开头围殴噶啦，劲狗嘅，一开头咧唔知左支助冲，好似剑心俾人打一锤已经打到唔知飞咗去边啊！之后左支助出嚟，佢见佢咁鬼劲，跟住就冲出嚟唔知攞拳同佢打。咁左支助咧就系、是、出名咩大力嘅大力大如牛嘅大力士嗰啲咁样啦，跟住咧就唔知佢拳咧又话咩又系唔知可以牛烂啲树啊剩啊嗰啲咁样，跟住结果最擅长嘅拳击咧就点知志志雄系一锤打到左支助又系飞天，好似龙珠咁啊！嗰一幕戏又好似变咗龙珠，之后咧就之后到边个？之后下一个就唔知道四奶心仓字啊出嗰个咩六咩佢唔知有一招叫咩六回天定乜鬼嘢就总之系咁喺度转氹氹令嗰啲咁样啊之后又系志志雄我唔记得出咩招三两下手势之后最后一下斋藤一最狗嘅佢啊出超必杀技咩牙突佢偷偷地勾住志志雄喺度同人打嘅时候分心就谂住笃佢太阳穴，跟住志志雄就喺奸笑，跟住佢你以为笃中咗我啊？之后志志雄就喺度 show 啊，我戴咗个头盔，即系佢估到你个狗贼会做呢啲咁嘅阴湿招嘅，所以我戴咗头盔，之后又系一锤打落去飞天。咁我想讲啲咩呢？其实呢一场仗志志雄喺呢四次机会已经可以下手怼冧佢，就系衰在自己弱智，就系用拳。我只系用拳喺度打，如果佢用刀嘅话就已经搞掂。好似剑心系俾志志雄放火烧嘅，好似一开头系嘛？我冇记错，一开头唔知剑心出啲咩招，之后志志雄即刻放啲火烧到佢傻定乜鬼嘢啊？所以就系咁样咯。所以志志雄系自己输自己戆居，本身系赢硬，佢又可以造反。统一日本就系佢自己傻仔啊，就系搞到自己咁样啦。之后点输咧？就系自己过热嘅，最后就系咩？都唔系输喺剑心度，自己佢话咩身体过热顶唔到三分，好似过咗三分钟仲继续打多咗三十秒之后过热死鬼咗，类似系咁样啊，好白痴，所以自己弱智中。点解佢唔三分钟之后怼冧佢喺度玩嘢定乜鬼嘢？好似系即系蠢咯，又系俾个机会人哋，好似侯赛恩呢啲白痴仔咁，俾嗰啲美金，俾一蚊美金，啊傻仔，冇啦，话知你港纸定系美金啦，系嘛？你俾佢就系低能啊！所以我话俾剑心嗰啲友都系好无耻，咩剑客？好冇，即系话仲话自己日本武士，佢完全有违武士精神。四条友抽一个都仲喺度讲呢啲，吓。啊咩？志志又唔记得睇表睇错时间啦，吓。有条女提佢啊，佢条女会提佢，仲有几耐几耐啊？我记得好似，就是这样咯，这个就是那个浪客剑心的故事。最精彩就是这一回的了，打志志雄这一段。打志志雄之前还有什么四天王都好好看，每人抽一件。跟着剑心已经打到死下的当时。跟着你就想着哇，即是例牌都是这样，难道志志雄仲劲这样。就系一开头系威系细啊，用拳都打赢噶，即系点知最后又系死喺自己热嗰头啊，欲火焚身啊，之后烧死咗自己啊！又话咩爆剧情啊？大佬都十几年前啦，要睇嘅都系嗰句要睇啊，有20年都有啊！即系呢套漫画，如果你话要睇嘅，都系嗰句啦。唔睇未唔识嘅，根本就从来冇睇过。睇一睇你先至会睇到咯，啊！啊，个个都瘦猛猛，但系好大力，物理做得好差，系嘛？啱啱谂住睇，而家唔使睇了，冇可能咯，系嘛？咩咧？啊！如果唔系我讲，你就真系唔使睇啦。我话咩咧？
琴日先出世，谂住听日睇嘅词啊！你点知有呢套漫画？系嘛？如果唔系我提，你都系唔知啊，啱唔啱？吓，好。睇下点啊！呢一球，但系都系好多童年回忆嘅，即系佢呢个套路就系咩？佢每剑心咧就系嗰啲招数就叫乜闪乜闪乜闪嘅，啊！例如咩九头龙闪啊、龙翔闪啊、天翔龙闪啊，啱啱讲咩龙明闪啊？本身闪咧就系佢好似一闪咁就拔，因为佢系讲拔刀术就系唰咁样，闪一下你就中招咁就系咁样咯。咁唔同招即系唔同闪就对应唔同啦。人哋喺天空就出咩龙翔闪，龙翔闪就系 all you 嘅。就是星龙拳啊，跟住九头龙闪啊，你当超必杀技，好似好少用九头龙闪啊，最后都系用即系咩最后必杀技嘅天翔龙闪啊。剑心仲有个师傅啊，咩比古清十郎啊，咩超劲咩天才师傅，类似系咁样咯，类似系咁样。气氛劲少，好似本身都有谂过话咩要出佢嘅故事啊，即系因为嗰个作者就系都系靠呢得呢一套嘢系多人睇咯，后来就冇。同期有好多呢啲咁嘅漫画又系红一套红一阵之后就唔红咯，例如咩有一套以前我个朋友好中意睇咩《闪灵二人组》咩《Get Back Cars》，你有冇睇过啊？咩夺环专家，佢个套路咧就有啲似似嗰啲咩老邦三世嗰啲啊，总之后来就即系，但系咧后来啊走火入魔，变咗斋打噶啦，即系已经唔系话原先咧就系话要睇有啲咩方法咧就可以攞翻啲嘢啊之类嗰啲咁样啊，吓后来就已经变咗纯只抽漫画嗰啲咁样，咁啊跟住点解我同学会借咧？佢就话咩啲女好靓，跟住佢就话咩借嚟睇。但系有啲一开头有啲嘢系几有个性嘅，唔知佢话咩有条友叫咩美堂漫主角之一，闪灵二人组嘛，其中一个戴眼镜嘅有条友就系唔知可以咩俾幻觉人咗咩，佢话咩佢个手指力好劲啊，叫咩蛇咬定咩？但系我最深刻印象就系有个人叫咩豺狼医生嘅超型，即系咁佢可以成有一次唔知有一集系成个天空啊落嗰啲手术刀啊插死啲人咯，类似系咁样咯。我都有好有印象，睇咗几回，但系后来黐咗孖筋，黐咗总制系咁打交，变咗即系冇一啲计谋。即系夺环专家好睇在咩咧？就系、是、好似嗰啲职业特工队，你要谂下佢点样偷走，佢嘅目标唔系为咗只抽啊，系为咗偷走啲嘢啊，攞翻啲嘢嗰下要用脑。啊，后来变咗纯只抽嘅话，就唔系话太好睇咯，啊！唔知仲有一个人啊，劲恐怖咩？有一个人咧就咩控制昆虫，有一个咧就控制动物。跟住有一集咧，唔知喺度斗两条友喺度斗，话咩？一开头咧佢又系威系势叫咗成堆昆虫过嚟啦。跟住嗰条友就话咩喺市中心度，跟住佢话咩好多昆虫你死硬啦，之后跟住佢又喺度冷笑，佢市中心嗰度众多动物啊，就叫咗成堆老鼠出嚟，劲核突，即刻想呕。睇完嗰一期系最深刻印象，即系劲多老鼠啊、流浪猫啊、流浪狗啊，跟住就喺度会咬佢啲曱甴、黐孖筋、毛管都冻埋，吓、啊。好、哦，有啲人识货啊，即刻 up 到豺狼医生，佢嘅个全名叫咩赤丝撞人啊，系啊，佢呢个名几好有型，系啊，我最中意嘅角色，其余嗰啲主角我又麻麻地啊。好、哦，跟住仲有咩？仲有一套咩黑猫咯？嗰期都好多人睇，不过黑猫又睇下，啲人话咩烂尾定乜鬼嘢，冇再睇咯。黑猫话咩有条友个主咩个主角嘅能力系可以睇到三秒后嘅嘢定乜鬼嘢啊？好似系嘛？佢记得三秒后会发生咩事咁啊？类似有预知能力嗰啲咁样咯。但系就有时话你知道人哋快过你，即系行动超快嘅话，你知道都冇用，避唔到。
个脑冇反应得咁快之类。同期嗰阵时就系一个漫画时代啦，总之就系有好多唔同种类啊，好似有呢啲啊，九十年代二千头啊，都系仲系一个好蓬勃啊，唔同种类都有啊。即系你想睇，即系一班入边睇嘅漫画咧，就系好唔同口味，好似呢啲咩 Get Back 啊，系俾啲。即係想睇啲囡囡啊，又即係大個仔啲，睇啲靚啲畫風嘅。咁睇熱血系咧，就唔係睇呢啲嚇。咁啊，亦都會有啲人睇嗰啲 BL 漫。我以前都有嗰啲朋友仔成日都睇，我都有睇。因為冇喺班入邊冇嘢做啊，佢啊睇咩愛情火辣辣，我好記得。啊！又叫咩愛情火辣辣？之後我喂睇曬啦，有咩漫畫未睇？之後我話傳過嚟，之後跟住就總之成班啲漫畫就喺度傳嚟傳去。你睇完嗰本咧，就掉過去俾下一個睇咁樣啊。咁之後咧就就傳咗本咩愛情火辣辣俾我睇。咁咧就跟住我就一開頭我都唔知係少女漫畫啦，咩愛情火辣辣。佢系睇咯，我冇所谓，因为我系师奶嚟咯，我就中意咩都睇。咁咧就跟住咧睇嗰个爱情火辣辣，之后后来睇咗几页之后，先知道喂，原来系男同男咧，有啲打茄轮啊啲场面嘅，就即系画得都几露骨嘅。咁啊，跟住就我跟住大吓一跳咯。之后跟住我就问咗我女同学，隔篱有个女同学嘅，即系我话呢啲有咩好睇？我话你好中意睇啲男仔咁样。打茄輪嗰啲，之後佢喺度暗暗地笑，之後唔係啊，幾好睇啊，啲劇情唔錯啊，佢啱講。佢哋就話呢啲，即係佢哋話呢啲只係一啲咁嘅點講啊，即係鹽花之類啦。佢話其實真正佢話中意睇，佢話嗰啲劇情啊好正，佢係咁講。佢話你點睇？就有睇過幾本 BL， 我唔記得，但係最有印象就係叫《愛情火辣辣》，因為個名字太特別。系好似好香港嗰啲唔知咩港产片啊嗰啲咁样咯，系嘛？你点睇？啊？系咩啊？终极必杀技？超级无敌？雨流恶脚趾尾拉成哇！呢下行到黐线，但系居然唔入，有冇搞错？呢下真系有啲机会喎，好，再俾落去啦，睇点啊？会唔会想俾直线再吸过嚟，搓过嚟，哇，系咁搓，左搓右搓，直接射咯，可惜啊！啊！有人话啱啱谢英有人即刻 search 到爱情火辣辣，系啊！我幕后我使鬼作漫画呃你咩？系有睇过爱情火辣辣，仲有几本唔记得啦。最有印象系爱情火辣辣，因为有时啲睇漫画我都系断断续续，因为班上面啲睇咧就系我记忆力咁强，我都可以即系我睇完边本就过目不忘，但系有时就太散嗰啲咧就好难。同埋嗰啲少女漫画画风咧，好雷同嘅，即系你好难分。有时我都唔知啊，呢本系爱情火辣辣定咩啊？点解嗰啲人完全都冇出现嗰啲角色？之后再睇翻封面，我黐线都已经系原来系另一本吓。鬼眼狂刀都有睇过啊，有睇过啊，鬼眼狂刀吓。呢又係嗰間行都好似都係二千頭咯，即係嗰陣時就係九十年代去到二千頭就係好多呢啲咁樣咯。而家就好似少好多咯，漫畫業都好似耷咗啲。而家你哋睇啲咩漫畫？都係睇啲少年針嗰啲啊嘛嚇，有啲咩嚇？而家睇啲咩？咩？我就係嗰個女同學。阿哥还俾我嗰几页稿咩？黐实晒，黐线，乱笠廿四。啊，睇租做都系九十年代啦，大佬八十年代啊，话咩咧？啊，咩租做？八十年代开波噶啦，大佬啊，啱啱啊？
应该八十嘅啫，即系你睇个画风就系同一开头系同北斗之拳嗰啲画差唔多，嗰个时代系列一下咩？一拳超人啊！啲人讲都系咯，《刀剑神域》《刀剑神域》有漫画咩？动画系有啊，又系睇咩《黑暗圣经》啊，黐线！杰界斯有啊，杰界斯我点解会睇咧？黄狗买，黄狗买完之后即刻睇，睇完话劲好睇，之后就喺黄狗后来买到第十期冇，梗系叫我自己，我就结果要去租，之后就租一路睇，睇到最尾都几好睇嘅，杰界斯唔错。咩？你又睇咩？道中嗰啲又好旧咧，呢啲其实道中系几多年代？可能都系90年代，所以话嗰阵时就系漫画最强劲嘅年代，就应该系90年代咯。动漫嘅时候真系好多，即系好多好嘅作品，即系可能佢未必上到一线，嗰个龙珠啊嗰啲咁样，个个人都知道。但系就系你随便揾一套都可能系一个好唔错啊！即系嗰阵时个业界最鼎盛，就劲到黐线啦啊！龙珠系最而家龙珠嗰阵时系真系几劲嘅，因为作为一个漫画嚟讲，龙珠嗰个纪录我谂都好难，到而家就好难破。咁讲下啲新闻啦，呢个漫画都讲咗好耐啦吓，咁咧就就最近一单新闻咧，又系有关呢个食水啊嗰啲咁嘅问题啦，啊！最近有啲食水嘅问题咧，系发生咩事咧？吓、啊，最就系嗰个唔知系葵涌区啊定乜鬼嘢区？葵涌区本身咧就唔知有个油啊定乜鬼啊漏咗汽油定乜鬼嘢？唔知道你有冇知道？跟住咧就系啲人咧就饮到嗰啲汽油味啊，或者点样啊？你有睇到？佢话唔知咩饮完咧，就总之就系寻日啲市民咧饮嘅时候咧就有啲怪味。佢话咧就饮完之后咧就开始咧就 feel 到有啲怪怪地啦。之后咧就后来咧就唔知问水务局啊或者点样。跟住先知道咧，佢就话咩？原来咧就唔知边度漏咗汽油，跟住渗咗入去。咁咧就结果咧就系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啦，就系咁。跟住就而家就喺度调查紧啦。佢话派咗个水车，出嚟，唔知喺度俾供水啊、剩啊嗰啲咁样咯，啊。咁啊，而家就调查紧嘅。不过就系啲市民就系呢一个好多，即系成日又发生呢啲咁嘅事情啦。之前系饮完水，跟住而家咧就饮呢啲咩电油，喂，话有电油咧就渗咗落去，啊，就系有呢啲咁嘅即系情况咯。咁啊，你又知道香港地嗰啲食水啊，成日咧就会有呢啲咁嘅嘢。咁而家又话咩搵嗰啲油点样补救咧，就去抽验啊，剩。咁啊，抽驗嘅時候咧，佢又好似又係有啲類似造假嘅，就係、是、之前咧就拉雲啊，或者唔知點樣啦。佢話咩拉，即係之前咪話試過開嗰啲食水，佢話咩要抽驗嘅時候先啡咗5分鐘啊、10分鐘啊嗰啲咁樣啦，係嘛？咁啊，而家咧又係好似唔知佢話咩水務局今日報紙有講嘅，佢又話咩類似又話咩冇事嘅，又係話咩少少問題。类似系而家水质验过啦，都差唔多啦之类，类似又系有呢啲咁嘅报道咯。次出，通常出亲呢啲咁嘅咩水质问题咧，就成日都系会有呢啲咁嘅即系补救嘅时候，就系通常就讲啊验水嘅时候，通常就系讲呢啲咁嘅新闻啊，讲呢啲咁嘅说话咯。佢就系话啊，睇呢球点啊！我真系冇办法俾咗落去。啊啊咩？系油漆啊！而家系边个啊？咁啊点啊？啲油漆会渗咗落去嗰啲水管度啊？大佬有咩可能啊？正常水管嘅话都唔会有流到入去啦，系嘛？呢啲嘢都系有啲奇，即系奇怪。好地地嘅话，唔应该会有呢啲咁嘅咩油漆渗入去，吓、啊？俾咗落去啊！
唉，可惜啊，都系冇办法射到啊。咁系咁样咯，呢、這、一个就系通知声大家。如果你系住嗰啲区嘅话，你又要小心啲，或者你最近饮到食水有问题，就千祈又唔好饮啊。就可能你买蒸馏水啊，或者点啊。咁另外一单新闻咧，就讲校园欺凌嘅，就发现咧又有间学校，咁发现咗咩事咧？就系、是、一个小朋友，咁咧佢个眼睛咧就成日俾人笃嘅。跟住咧，佢又同阿妈讲：我会喺天国度等你。佢话咩先行一步啊？咁啊就即系有好多咁诶，即系自杀嗰啲念头啊，嗰啲咁嘅性啦。咁啊，发生咩事咧？之后咧，后来去医院检查咧，发现咧就佢唔止系眼睛啊，俾人笃，系好黐线嘅，就系啲同学仔咧就攞手咧笃佢嘅眼睛。咁亦都有试过咧，就咩攞铅笔咧插佢个耳窿嘅。咁咧插到咧，最后点解要睇医生嗰啲咧？就系、是、话有嗰个铅笔嗰个擦胶。铅笔嗰、那个，我谂系笔头嘅，即系你嗰啲咩中华牌铅笔啊，或者咩咪有一个擦胶喺个头顶红红地色嗰啲咁样嘅。咁啊就我估系咁样吉落去啦，咁啊结果咧就吉怼咗落去嗰个耳窿度，跟住咧个擦胶甩咗喺入边咧就攞唔翻嚟嘅。咁咧就因为医生一开头咧去睇医生嘅时候咧就想就咁攞啦，攞个钳钳啦，但系太入，咁啊冇办法攞到。咁咧，於是乎咧就去做手術嘅，即係醫生就話一定要做手術，而且咧就要做全身麻醉。咁啊，啲人就話，即係阿媽都喺度講啦，就話全身麻醉咁細個做啊唔好啦，因為我之前都有講過，話即係呢啲啊，即係全身麻醉係會死腦細胞啊嗰啲咁樣啊，我都有同你講過，好似你嗰陣時仲咩唔信話咩冇事點點點，咁啊之後就而家咧就終於咧就成功取出咗呢一個。退出咗呢一个细，即系呢个擦胶啦，就已经成功做手术咧，攞咗出嚟噶啦，啊，跟住系啦，有咁啊，即系首先就系有几个问题啦。第一咧就系嗰个校园欺凌嗰个案件啦，就系、是、香港你其实成日都两周不时都有呢啲咁嘅情况，即系校园欺凌系成日有啊。咁啊，今次就喺小学啦，不过以往就通常喺即系中学嗰啲啊，严即系通常有出动到肉体欺凌啊、揼人啊嗰啲咧，通常去到中学嘅小学比较，因为小学嘅时候咧，通常老师都可以制得住嘅，即系你欺凌成日欺凌啊，老师其实都应该会察觉到啦。咁啊，嗰阵时佢哋仲细个，即系冇咁精叻啊，冇咁蛊惑，同埋体格上亦未长大，老师又可以制衡到佢哋啦。咁啊，所以小学咧又出现呢啲咁样嘅，真系揼人啊，或者咁样肉体嘅招数咧，其实系好少可。咁啊，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后来咧就唔知有问佢，佢话其实一早咧已经有同老师倾过嘅，呢个家长佢话好多人都佢话咩，有啲校友啊，即系报纸报啊，好多校友咧其实一早知道有呢啲咁嘅问题，佢呢间学校成日有呢啲咁事情。咁啊，校长亦都咧唔知一开头咧就唔肯承认嘅，话咩好小事，类似嘅，因为呢单嘢扬嗰个时候咧，开头校长又类似想冚，即系想将单件事咧就唔好扬开去定点样啦，即系类似有讲啲即系话啊咩系有啲问题，即系小问题啦，咁类似有咁嘅说话，咁啊即系有俾人觉得系一种咧就系类似系唔系好面对嘅，公即系好正面面对呢啲咁嘅问题咯，就好似避而不谈咁样嘅。咁而家细路仔咧就应该系好怕翻学噶啦，讲真，即系如果佢再翻嗰间学校咧，即系坦白讲，我谂佢都冇信心再翻，即系可能对以后都会有蒙有好多影响。其实最好就系转校，可能系仲好啊。你点睇？啱啱位兄弟话佢系维修水库公司嘅前员工，咁佢话咧水库嗰出现咗裂痕，就要补翻啲缺口，所以就漏嗰啲电油味落去，即系嗰啲沥青啊，即系要缝嗰啲窿啊，即系要补窿，可能未干就照用嗰个水缸啊，变成咁啊，啊？佢阿妈讲咗话会转校嘅系嘛？啊？因为其实去到边度都会俾人虾，都唔系喎，又点讲啊？唔一定话咩叫去到边度俾人虾。喂，大佬，即系正常，就算一个人
即系比较嚟话唔系唔识社交或者点嘅，你都冇唔应该去恰人啊、揼人啊之类啊、杯葛佢呢啲系有问题啊，大佬。杯葛人、揼人嗰啲先至系有问题，要处罚嘅应该系嗰啲人喎，大佬就唔系嗰个小朋友。嗰个小朋友就算佢系即系坦白讲，就算吓讲到系有啲系有啲儿童系有自闭倾向嘅，就算佢自闭，佢冇搞到人，你都唔应该去。即系撩佢啊，揼佢啊，嗰啲啊，咁佢冇搞你，你自己啊揼人啊，串人恰人先，咁啊最唔好啦。咁啊有好多呢啲欺凌案件嘅，其实又即系点讲呢？以前我谂好多中小学啊，即系大家都有见识过啦。例如有啲咩情况，即系嚟班上有啲人又系会俾人勒索啲钱啊，有啲有钱少少嘅就会系咁俾人勒索啊、榨干啊、逼佢请你食饭啊之类。有啲啊系咁拳打，即系话有啲咧就中意当人出气袋嘅，就系咁啊揼揼揼揼。我以前就见过有啲同学咧，好中意踢人嘅书包，踢到人哋啲计数机烂鬼晒，好惨。跟住嗰啲计数机一部咧都200几300蚊，之后就即系个系咁啊。踢人哋个书包，趁人哋唔喺度嘅时候喺度揼啊，定点样？咁啊，好惨啊！成日会有呢啲咁嘅情况。跟住又试过，我仲有见过一啲系做咩？点样欺负人呢？班上面有见过一啲人就唔知似马更整蛊人，就唔知查到人哋成张凳都系浆糊啊，嗰啲咁样类似系咁。仲有改花名啊呢啲咯，碌屎传传下唔传去后边，即系传哦。最后一张我见过有啲人当住佢面就撕烂咁样掉，或者就咁收入去自己柜桶啊，系唔传俾你啊，咁样类似有呢啲咁嘅情况啦。有好多呢啲衰仔，梗系交功课啊，将你嗰啲宝咧，明明人哋交咗，佢啊抽翻出嚟抌落街。有试过有呢啲咁嘅，搣咗嗰两页话，喂，点解你交啲空？老师啊，其实老师会知，讲真，如果你话老师咩唔知嗰啲，就肯定系扮，有咩可能唔知啊？即系吓，即系其实老师系会知道。我而家有个老师就唔知，有一次唔知捉嗰啲整蛊人嗰啲同学，我都记得有一次喺度闹佢点样咧。佢话咩？点解你整蛊同学？之后一开头佢冇答，之后后来佢就话咩好笑。之后我老师就话好笑。佢话你咁中意笑，我俾咩每个月俾几廿蚊你睇笑片啦、啊，好笑。之后跟住我啲嗰阵时咧，就我啲同学啊似马近嘅，佢就话咩好啊，咩好啊，系咪啊真啊？之后个老师即刻劲嬲我啊，似马近，我话而家你有问题啊，大佬，即系话你又咁样恰同学取笑人，即系呢个系一个比喻啊，咩咩睇笑片，跟住话你啊真系啊，即系话。即系当人老凤啊！即系你自己恰人唔啱先，仲要俾戏飞你睇，系咪黐线啊？嗰啲咁样啊，好多呢啲咯。中小学，梗系女仔，唔好以为得男仔有啊。女仔之间就成日啦。有时我试过有一次唔知放学，我系做啲值日生啊，清洁学校嘅课室嘅。即系扫地咁，咪将啲凳摆晒上去嘅，跟住唔知见到有啲凳底啊，写住乜乜乜系狐狸精，咩系鸡咁，类似啊，有呢啲咁样啦。嗰个年代已经兴啊，闹人狐狸精、鸡之类，已经系成日有呢啲。跟住个女仔见到啊，即刻喺度狂喊咯，就即刻喺度喊到黐线啊，成啊，都成日杯嚟杯去噶啦，大佬呢啲大女仔又兴咁样杯啊，或者偷偷地。即系联群结党，成日有啲女仔会俾人欺凌嘅，靓嘅又会有一堆，即系靓嘅带头会自己结一个党，咁啊又背一啲可能差唔多级数靓嘅，跟住喺度大家就啊唔抵得，佢哋喺度争到班花点点点，又好中意有呢啲咁嘅情况啊！就喺度互相重伤啊！打交，女仔又好少去到打交嘅，但系就会好似我讲呢啲咯，喺度讲人坏话啊，咩喺啲凳度写咩狐狸精啊，黑板度喺黑板度写啲黐线句子啊，嗰啲咁样咯。
男仔又男仔又，好似我啱啱讲呢啲咯，就黐线。例如有啲咩，我以前就有啲整蛊又多嘅。其实我以前见识得多，例如就去厕所入去厕格屙尿，跟住咧就成兜友咧黐孖筋，就喺攞个水龙头度攞啲水喺度狂淋，兜头淋落去。佢话咩海啸？嗰阵时佢哋话咩海啸嚟啦？跟住佢哋会喺度讲呢啲咩海啸警报。跟住咧就最黐线，即系好啲嘅人咧就攞两只手啊装住啲水喺度狂泼啦，黐孖筋嗰啲咧就系唔知点样揿实个水龙头嗰出水位咧，好似你嗰啲花王嗰啲校工咧，咪可以整到嗰条胶喉唔知揿住加强个水压，跟住啲水力射到超劲，跟住佢就系咁样一嘢对住嗰、那个，你一开门嘅时候就即刻对住你个头咁样狂嘭射到你成身湿晒。黐孖筋之后，你如果就咁即刻入课室咧，肯定即刻感冒冻亲。你一定要即刻用嗰啲暖风机喺度咩咯？跟住又系我后来就系每个男仔就边个去就整，即系佢唔系特别欺凌一个，佢系个个人都会喺度做一次呢啲咁样，即系诶咩？即系例如今次我去厕所啦，咁佢哋又个个人就唔去，等我一去到屙屙到一半嘅时候先至做，即系下次到可能黄狗去咁啊，即系跟住其他人啊，即刻个面色又系时有出动啦，之后又即刻集体又一齐去厕所，就系咁样咯。即系冇一个特别对象咁样，欺凌就有时就系专系揾一个嚟恰嗰啲咯。我以前就比较少呢啲，因为反而咧，我读嗰啲班就冇，即系点讲，就可能冇咩竞争。我哋读嗰啲班就唔系话最劲嗰啲班，大家唔会有啲咩，大家都系啊，今日有啲咩玩啊？即系最开，即系关心都系大家开心，咪比较团结啲咯。即系喺嗰啲渣班、废班嗰度。就会好好多啊！你点睇？咩？我系俾人恰你黐线，边个敢恰我啊，大佬啊！啊，试过见到人哋屙屎成嚿花碱掉入去当罐呢，爆晒黐线啊！总之就系有玩呢啲咯，之后仲有玩啊，另一个就喺度压，唔知我有冇同你讲过玩咩压栏啊，成日喺度玩啊，就系当以前喺走廊嗰度睇风景啊，嗰啲即系吹风嘅时候咧，啲友咧就会即刻成堆友好似人形蜈蚣咁堆喺你后面，就一嘢咁样砸落去，咁你个心口又会砸到，即系你如果讲紧嘢嘅时候咧，就嗰个横膈膜俾人咁样一嘢砸落去咧，就会。讲唔出嘢就系咁样嗌啊啊啊咁样，好兴，好中意玩呢啲咯，吓啊咩校园暴力啊，我冇参加欺凌，我最憎欺凌，我最憎呢啲嘢，话俾你听，吓最废嘅人先至会欺凌啊。啱啱一讲完呢啲嘢，有两批，一啲人话咩大哥俾人欺凌好惨，一啲人咩我以前同大哥一班，大哥恰人咩恰开人啊，咩咩咩哈哈霸霸黐孖筋，嗰度好似十几个分身，根本我就系一个好 nice 嗰啲人，我从来唔做呢啲咁嘅嘢，吓系时候正个人先啊，辛苦各位队友啦。今日呢幅图都系由阿 Kid 兄弟所画嘅，同我听住啊！我就系超级爆鸡蛋，请等等住噶，先请等等。
边位生日啦？刘欣生日快乐 ，Micky 生日快乐，张善君生日快乐，仲有边位 Ella 生日快乐 ，Jackie 仔生日快乐。梁德联生日快乐，仲有边位啊？熊仔生日快乐啦！大家生日快乐啦！上回我哋玩到边啊？上回我哋玩到去咧嗰、那个咩艺术品系嘛？跟住咧就而家咧就其实由于时间关系咧，就我已经去翻去第一个基地嗰度咧，攞晒嗰啲扫嗰啲老汁啊，所有嘢啊，执晒嗰啲嘢啦，一费时烦啊！因为如果要去升到咩 Matrix 嘅话，唔整呢啲都系冇咩可能。跟住就会执咗啲零件啊、老汁啊、剩啊嗰啲咁样啦、啊。Relax, detective. 放松啲啊，警探，有啲咩我要帮手嘅？跟住又系执咗啲咩女神像咯，其中又系，跟住喺度清场啊，负责喺度。揾见怪啊，怼啊，成啊，咁啊，你见到啊，攞其实攞啲女神像，其实最多，其实我最想就系攞到啲老汁啊嗰啲，其实呢啲子弹我都有，即系好多，最紧要就系想要啲老汁咯，成功的一半，即系开咗一半箱定乜鬼嘢啦。跟神冇咩错噶啦，但你永远唔可以避开战斗。而家就有二万几老汁啊！咁点啊？系咪储到咩七万攞嗰个咩 Matrix 啊？吓咩？唔好成日执满咩啊？留老汁啊，好啊，留咯，好啊，咁又唔使升个七万几。好鬼烦啊！你话储啲老汁好过瘾啊！打呢啲你估打几多？打一隻嗰啲普通丧尸，四百癫婆啊，千几，跟住执下执下，慢慢阴支咁样储，好鬼辛苦啊！而家就可以打嗰个艺术家史提芬奴啊嘛，即系破坏咗佢两幅画，而家就系、是。哦、其实我都有想过呢个游戏，你有冇想过如果肥晒啲子弹又冇晒资源会点样？点打大佬呢？你靠啲刀仔勾痕又唔得噶啦，有咩可能赢到？咁点先会有即系嗰、那个即系陷入咗死胡同会点咧？要重玩定点咧？吓、啊，有冇人知道？吓、啊！你即系假设你系劲，即系狂乱咁肥弹嘅话，你手痕咧射空气啊！啊！咁佢有限子弹啊嘛，佢唔系无限，即系佢打大佬可能会俾你执嘅，但系我相信唔够你打死啲大佬啊，成嗰啲啊，又系呢啲艺术品，佢好兴做呢啲。呢啲咁嘅衰嘢，呢、這个衰鬼，一系话会无限出呀，系嘛？一系话拍爆饼游戏光碟呀，话黐线，佢一定喺呢度某个地方。啊，只系呢一把枪啊，仲有啊，呢把镭射枪，诶，执翻嚟嘅，就系我执翻嚟喺度抄。翻去花时间去攞，
你居然毁坏我的作品，你说我屈服在你的意志之下，你又跟他们一样，以为将我雕塑成人类那些样子，他们创造这个世界好美妙，但是他们浪费了，因为他们没有想象力，因为他们不是艺术家，他们想控制我，操纵我，而你想阻止我，但你失败了，你的 STEM 核心的力量，我可以不断创造艺术，直到永远。咁呢支就系咩镭射手枪，又系我抄翻嚟啦，又喺度行嚟行去，喺度执，咁啊就系镭射手枪啊，好处咧就系可以瞄准啲咯，即系好似 bio 咁样嘅镭射点就好瞄啲啊，其余就都冇咩特别执咯，都系啲普通碎料啊嗰啲咁样啦。其实手枪嘅傻仔，佢执咁多支就应该双枪仗咁样啦，一掹就两支手枪 ，bang bang bang， 系嘛？双响炮咁先最劲。呢个一个剧院啊，我睇戏定乜鬼嘢？又闷啊，太劲！由于我成日悭补血药，所以有好多啲补血针诶留住。点解有啲格仔起晒格？嗰个系咩意思？嗯，蜘蛛感应。我等咗呢一刻好耐，唔系啊，两世啦，唔使再挣扎，唔使再听嗰啲俗气嘅批评，唔使再迎合嗰啲凡夫俗子啊！好，我系睇个影子阿龙。呢一刻我等咗一世两世先啱啊！唔使再挣扎，唔使再听嗰啲俗气嘅批评，唔使再迎合嗰啲冇知识嘅凡夫俗子，唔使再俾头脑简单嘅蠢蛋嚟驳斥，我总算可以自己做咗真正嘅自己，做个艺术家。而且我有史上最正的画布可以用。斯尼芬奴，阿伦提尼这个名字总要扬名国际，接受世人的敬意。总之就是知道他现在就是想做艺术家，他不喜欢人家批评，这个就是他的艺术啦。爆头的仙女定乜鬼嘢啊？咁就係一路擁人落街，一路肥爆人個頭，佢好興做呢啲嘢，又攞啲武器零件，爛銅爛鐵。佢好中意，同埋佢好中意呢一首音樂，呢首音樂係佢嘅主題曲。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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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个又系绑，总之佢又好中意绑住人喺度杀啊嗰啲啊，影相好嚟啦，睇戏啊，系咪开场啊？嗯，全部呢个啲观众系。会不会突然间冲出嚟咬我？佢到底对呢啲人做咗啲咩？啊？系咯，你讲咩啊？啊？呢场追逐好有趣啊！但再有趣的娱乐节目都有谢幕之时。个女仔，佢而家喺边度？你可以坚持到呢一步真系唔简单嘅。如果坚持系一种艺术形式，你肯定系一个大师，或者未去到米高安哲罗嘅水准，但至少系个梵谷。唔好讲呢啲艺术嘅事啊！
去边度 ？Stem 核心喺我手入边，好安全，系佢命令我带走佢。但我发现佢嘅力量有几强，我点可以还俾佢啊？我喺度做嘅事比个人嘅利益重要得好多。佢永远冇办法了解佢，佢边个？唔紧要啊，佢好快就唔会再存在啦。但我将会继续创作。爆炸！毕加索有佢嘅蓝色时期，我将进入我嘅血红时期。大王，冇啊！睇下啦，我最新嘅创作啊！冇啊！白。全部人的爆头艺术，爆头的一刻。嘟嘟嘟嘟嘟嘟。啊，嗯，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就唔去追佢，仲喺度睇。好靓，一丛血同肉嘅花束啊！妖该死嘅变态佬！我仲有冇可能超越呢一件作品啊？我会谂办法。佢嘅恐惧总系可以启发到我。冇咩比沾污纯真更加能点燃我嘅创造之火。我唔可以将佢交俾你，你根本唔识善用佢嘅力量。呢个蠢材嘅尼安德塔人喺你手上只会糟蹋佢嘅才能。佢咁劲，先喺度瞬移，仲点打啊，大佬？超级说话。集集呢一个 Evil Within 都会有呢啲人识啊，跑得劲快，超音输入啊！我又入咗系咩？你死紧啊，契弟！好，而家入咗去一个二次元空间。佢控制呢个世界要整死我用乜嘢啊？讲真，呢个咩啊？我系老天啊！好，嗱呢条友会呢只眼镜蛇会照我，就会攞嗰啲触手一嘢捅落嚟，应该就系咁。好，喂！俾佢照唔知几多秒呀，应该就会濑嘢呀。好来了，抵呀，玩一二三红绿灯，过马路呀要小心。好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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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好好蠢，废柴相机，抵呀，垃圾，捉到我啦契弟。哇！嚟了啊！哦，啪！好白痴！啱啱落佢嗰下，我都根本喐唔到咁滞。咩偷玩咩练咗好耐？我使鬼练咩？呢啲有咩好练啊？盲嘅识玩啊！好嚟啊嚟啊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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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喂，芝麻筋啊！好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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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仔呀，好聪明。傻仔。玩一二三红绿灯呢啲咁幼稚嘅游戏有几难啊？OK， 好，好死蠢，佢使乜照做我？喂，低能啊！冇事。佢啲捉手咁劲，系咁扫冧晒啲嘢都得啦，使乜见到我先拆？ Right, where the fuck did you go？ 你个契弟去咗边啊？呢个人塞巴斯丁好中意爆粗啊，好嬲啊！又系呢啲黑房，唔系又有个相机女妖啊嘛？咁点解有啲音乐？咚咚咚咚，好似嗰啲破镜音乐。就是那些 safe 位俾你可能升老汁。我知啊，佢俾你系作最后准备定乜鬼嘢？safe 先。打大佬啊！睇呢啲咁嘅款都似系打大佬啊！嚟啊！多啲嚟物啲手，我有散弹枪，仲有手枪，仲有落英神斧。好。准备齐全，总之有散弹枪已经争好远，已经足够最强散弹出嚟啊！战总有本事同我只抽啊！好，开始有啲泥料啦，嚟啊！我等紧你啊！我下一件作品一定系精彩绝伦，完全吸取佢嘅力量，全面征服佢嘅意志。呢个将会系货真价实嘅艺术啊！但艺术品冇观众又算系咩？我需要你在场，我嘅作品先至完整。我唔会俾你如愿以偿。这个艺术馆好像 有印象去过，不是一开头没多久就有这个上楼梯，有些类似，你记不记得？总之它是这个变态艺术馆。噔噔噔噔噔，音乐越来越刺激了。这个有个不知道什么水，呢啲系啲咩好嘢啊？十字包全满，点解我成日全满呢？因为我太劲，成日唔使补血。好，呢度系最终决战嘅。Come on， come on， show me what you got。睇下你有啲咩能耐啊！好啊，哇，执一粒子弹啊，真系俾乞衣啊，大佬。哇 ，Sebastian 啊！就是说这个作品叫塞巴斯丁达瑞，即是想咒我死啊。No more running， 不用咒了。No more games， 不再玩游戏了。同意。You're beginning， 你开始令我感到无聊了。嘟嘟嘟嘟嘟，你的死将会成就艺术，系时候签名啦。刮啊，傻仔，哇！
用刀仔喺度讲，人人都有一次走好运嘅机会。个死仔巴阿修罗是剥底啊，射到你飞天啊，会后悔？喺边度后悔啊，契弟？放飞刀，哇！死仔包，我喺呢度啊！我想影我相，想摄我灵魂。哇！咩事啊？太完美啊！冻结喺胸口啊！芝麻筋，哇！你嘅死亡会系我全世名作啊！你死贱人啊！芝麻筋。你死仔包，系咁啊！瞬而闪嚟闪去，吔屎啊！你边度好劈啲，好痛，落英神斧片落去。喂，又嚟，大镬！吔屎啊！睇唔避唔到，垃圾！你啊 lucky 啊，佢哋。哇！死仔包啊！你又似你冇子弹，个贱种人呢？个死畜生，个死真系好醒啊！呢条友吓屎啊！你狗屎运好快用完啊！讲紧你啊！哇！哇！喺隔篱飞刀飞我。You cannot hide from what you cannot see. 过嚟啊！ How much more can you 死仔包。Smile for the camera. 又嚟又用影相招，又落我光头。哇！冲出去！抵啊！想用结界封死我。You can't hide me.哇！佢支刀啊，识追踪，好鬼难搞，佢成日顺嚟顺去，吔屎啊！好，输了废柴，我受够啦，受死啊！哇！佢变咗暴走八神，等我结束之后，你将尸骨无存。哇！黐孖筋，哇！要点打喂？嗰只嘢会咁样劈，系咁攞呢嚿嘢搞啦，搞嚟搞去。你又似你，哇！哇！黐孖筋啊！释出迅速杀，冲埋嚟喺度狂斩。咁鬼劲！啊咩？好嚟啊！咩播片啊？低能有咩播片啊？你嗰个好难打，我玩得太劲，令你以为咩播咩片？低哦，嗰条友又系，佢就会趁呢个时候，佢就困你喺呢个空间。哇！黐孖筋玩鬼咩？佢呢个位咁逼。跟住你出去又俾嗰条友喺度劈劈劈，嗰两条边系咁边你，你都唔知点做。咩冇个女神像啊？边度有啊？吓、啊？黐孖筋，死仔包，过嚟啊！哇，好鬼醒喎呢条友，黐孖筋，哇黐线佬啊，唔知点玩喂、啊、大佬呢度，咩过好耐边度有咩？头先 miss 咗女神像边鬼度啊？哇黐孖筋。佢系 save 之前 miss 嘅。
是但啦，由佢啦，唔使都有都够砌。呢一嚿嘢要点打？好，死制爆啊！出嚟啊，贱种人！哇，低 B， 好，去边啊？逃跑啊，冇用！哇，喺边啊？咩事啊？点解啲怪声？哇！芝麻根，低 B 啊！哎，走，献出你嘅鲜血！哇！芝麻根，劲难打，低能，关啊，抵啊！好醒，啱啱屈咗喺墙角度等佢过嚟。睇你点样顺去我后边，各位啊，嚟啊！勒屎骨黐线，枪都唔可以射甩佢把刀，大镬啊！好蠢你啊！我啊好醒，识得利用战术。嚟啊！哇，佢系咁。佢就係想逼你出去，然後攞呢條咁嘅觸手一嘢打死你，傻仔！我喺呢度啊，傻佬！而且呢一個係我發明嘅安全戰法，劈空你啊，白痴！仔，我冇跑喎、啊，你去咗邊啊？逃跑冇用，我冇啦，我根本冇逃跑。呢嚿係咩嚟？咩構圖太完美了？好嚟啦！个打靶仔好醒，佢成日顺，佢唔系顺喺我隔篱啊！佢嚟啊！哇个刺马，喂飞刀死咗，搞错啊！但系咁样喺度咁样打，好似似乎嘅胜算高好多。咩长盾？飛刀點算？扭一扭啦！其實我本身係諗住，我原先以為係可以好似射甩佢把刀，但係似乎係做唔到。傻仔們，過嚟啊！過嚟啊！好，喺邊啊？傻仔！冇走啦！你个死期到啦！我冇走啊！你冇我乱咁屈人啊！白痴，构图太完美。好嚟啦，开始狗改不了吃屎，想同我直抽啊！好，佢要飞中我，关啊！啱啦，冲过嚟片我啦，傻仔！好，补充子弹。好嚟啊！冲过嚟啊！死仔爆好系贱噶！哇系，哇死仔啊！佢啱啱顺咗去，哇黐孖筋，吔屎啊契弟！好，哇！我木嘴啊！我黐孖筋劲难玩，快到抽筋。哇，咁样系唔死嘅，佢有画面睇啊，反而仲好。哇，好，出嚟啊，契弟。死贱种人！好，又喺度片空气，傻仔！逃走啦，冇用嘅。
好嚟啊！关啊，过嚟啊，自己送奖门啊！好，呢招叫守株待兔啊，傻仔！呢啲先至系战斗嘅艺术啊，蠢材！我冇匿埋啊，白痴！哇！呢、這个飞刀好威啦，射唔到啊！嗰啲飞刀系冇办法射落去。点解西装友可以咁劲控制个吓、啊？其实行出去，佢话你啊，捉手指会定时攻击，但系其实系差唔多嘅，啱啱即系佢捉手唔劈落去嘅时候，你就可以行出去系嘛？意思系咁，即系可以扭嗰啲刀系嘛？你意思系唔使惊佢啲刀。但系咁样系最好嘅。如果佢一过嚟就即刻掟佢，如果佢用刀咧就即刻冲咗去。过嚟啊！出嚟啊，契弟！好嚟啊！佢应该开始进攻，佢一整嗰啲旧结界啊泥料啊，好。何为啊？吉我啊！哇，黐孖筋啊！黐孖筋射中佢都冇事，但系呢一招冇唔会死，唔会即死。好，哇！佢呢啲系会爆炸黐孖筋。哇！哇，好难玩喎、啊！讲真，呢一个有系。咩啊？咩你叫人哋咩吉？哦，死仔包！睇佢白白够未啊？哦，见到我开始信以一契弟仔。呢、这个就四围有无限弹，可能就系好似啱啱讲咯，惊你冇弹嘅话，你要点做？佢就会四围有弹嘅，同埋个捉手系会有啲墙系可以扭烂，又系要知道。blang 死仔包，如果你够劲，系咪可以喺度屈子弹储够成 set？啊，过嚟啊，契弟，骨似孖筋，你又似你，受够，我都受够啊，契弟，得你受够啊，关啊，点啊，受够，正蠢材，睇咩啊？放飞刀定咩？啊，好鬼难避！哇，死仔爆，好鬼贱格，完全唔俾人哋有回气啊！我一下吉到我成身都系血，你个死仔爆！有啊，又闪啊，闪去边啊？黐孖筋，劲鬼难！又射佢又咩？要同佢好似西部牛仔咁斗快肥。佢好似佢肥，应该避完先至再。哇！应该避完先再肥先系最好，但系好鬼难预时间啊，大佬。啊！个契弟咧？好嚟啊！咣 ，bang 打空你啊，傻仔！好，喺边啊？嗰个契弟，好，哇！黐孖筋，
又似嘢。晕你个头啊！晕，企喺度俾你斩啊，缩缩地。好。啊！好鬼难玩，如果冇散弹枪，佢近距离嘅话好鬼难嚼。用药箱嘅系嘛？即系嗰啲针用完可以用药箱好啊，可以啊，但系其实都差唔多。主要就系避到佢，可能要射得准啲。佢飞刀啊，唔好同佢硬拼，避鬼咗佢飞刀，可能仲划算。佢冲埋嚟就一嘢掹到佢变白痴啊，最好。过嚟啊，死贱种！哇！我黐孖筋，射中嗰仲我去斩啊，咪低人平时射中会停噶。佢大概一刀我都扣劲多，俾佢冲埋嚟扣插嘅话系死硬咁滞。执咗嘢先。最强散弹，食屎啊！屎系分炉，屎系分粥啊！声屎系分炉。No sense in running。好，我要开始进攻啦。我系咁顺住。抵啊！被中咗啦！哇，好鬼快低 B， 佢二连击嘅话系冇好难唞气，你好难死仔包。哇！黐孖筋，抵啊！近佢嚟掟散弹，咩滋味啊？契弟，傻仔，躲不了一辈子。我讲嘅系你啊，契弟，抵啊！一嘢射跛佢，殴跛佢，臭脚。啊！好，得翻一飞散弹炮，好系咁殴啊！嗰啲捉手会趁手解决咗过嚟啊！有本事过嚟。你个懦夫，走啊！先系你啊！有本事唔好用信义，求头领，救空气啊！影个空气啊！你好，有个三飞散弹啊！好，过嚟啊，贱种人，抵啊！佢飞刀又 miss 咗，好。啊！关个屁股开花啦！好，关个正蠢在个肾都爆。好，过嚟啊！喂，你啊，系咁顺嚟顺去，哇！吔屎啊！系咪冲埋你啊？啊！吔屎啊！好醒，俾我企喺呢一度守株待兔，射咗你十几枪，咁都未死得。好，佢应该就香啊，顶住就得噶。
好，又嚟啦，听到啲瞬移声，唰唰唰嗰啲闪电声，逃走系冇用嘅。好嚟啊，扣土，哇低流嘅命，喂，行开咗大佬 ，Oh my god！哇死仔包哇差啲大佬啊黐孖筋差少少好其实都差唔多佢应该会死但佢都中咗好多炮啊大佬肥了几十万炮好光的哇好为迟有时他不知道怎样才射在什么情况下会射一停他是射完之后再即是怎样不奋起又想追着你来劈他又可以再劈There will be nothing left. 傻屍骨無存，死咗我話知我條屍存唔存喺度啦，都索索地。你中意點就點，你點玩點好啦。你喜歡。我開始信疑啊，個打靶仔。哇，黐孖喺邊度啊？囚徒好靓，哇好鬼难，佢呢招冲埋嚟，戆居，烂鼻都爆，抵啊，正蠢材。把仙女献给我，哇！而家佢最大问题咧，就系有时俾佢一嘢放咗成条血，佢咁样冲埋插，一时射中佢，有时佢都系唔停，嗰下先难搞。哦，佢啊，呢啲捉手啊，其实冇咩用，即系佢锄你，你咪行；佢唔锄你咪，你见到佢锄紧，你咪唔好理佢。其实冇咩事。喂啊！好，佢应该一做咗呢个，佢又会进攻嘅。好，佢第一次放飞刀系放个空气，光噶呢下靓啦，过嚟啊，光噶呢下系最劲，咁样食到硬晒，射到臭晒，好放飞刀。切切，好防飞刀，光啊！好哇，开始啊！咁阴湿啊！越嚟越近啦，契弟，吔屎哇！咁都唔中系咪黐孖筋啊？死仔包啊！趁手解决你，好，佢应该会开始突击啦。见到佢掹刀劈，好，啊，万六龟，
啊！但系咁样唔死嘅，第一次。啊！哇！劲难玩，低 B。用电射地面，好难住啊！即系你引佢冲埋嚟，跟住电佢系嘛？劲而且我话俾你听，好啲拉弓都好鬼烦啊！唔系咁容易用。啱啱下次玩得最好，因为佢咁啱生啲散弹枪，佢唔生真系拼食屎都得。我要射几多枪啊，大佬啊！同埋有时你唔好以为补血好易，补血都好难。嗰一次二连击，好。喺边啊，鸡弟？好，放飞刀，吔屎啊！哇，我黐孖筋，低能啊！吔屎啊，鸡弟！个嗌到铁丝底，你系咩 pay for that？ 大镬啦，佢瞬移去边啊？好惊啊！哇，海！好彩，哇！个射你屁股开花啦，大啰柚！又嚟啊！呢下应该用飞刀定咩？啊！哇！啊！芝麻筋啊！得个两飞，俾乞衣啊，大佬！哇，咁都中系咪低能啊？哇，死埋添啊！咩一斩你系向后跑？佢话 There will be nothing 啊，射佢。好鬼难，佢瞬移好难预算啲时间。佢揾你嘅时候射系最容易啊！你追住佢，佢飞嚟飞去，你又会俾人攞嗰条边边。哇！好白痴，二连击咁样一斩就即死。用爆炸箭射定地下，个波士闪到附近会自动爆炸，佢会一定行埋去，即系你钉喺自己附近，等佢自己冲埋，咁你都可能会炸到自己啊！逃走冇用，喂啊，契弟，哇喂，爆炸佢插紧都系照濑嘢喎，大佬，死仔包，你又似啊，系咁啊，走嚟走去。好鬼难搞，系好鬼难搞，好慢啊！啲武器同埋唔系咁容易，条友好灵活。
咁样系等佢一过嚟之后就揽炒啊！你嘅意思就系咁样吉住喺度，万一射唔到嘅时候，咁啊有个保命嘅齿轮喺呢度。好佢佢如果你射得停佢就会及时，佢又唔会爆，佢滴滴滴滴滴。你整个地雷喺度晕死自己。啊，飞刀啊，刀仔啊，依系只赌神。喺边啊？要冷静应对呢啲咁嘅蠢材。好，我一扮型啊，关啊。好，但系都唔系话扣好多呀，呢个木嘴呢下爆炸战好似不痛不痒咁样，但系可以作为一个啊，你睇呢啲箭就系咁，你以为啲箭好好用？扮得贵，整一支。There will be nothing left. 乌龟箭呢啲箭啊，俾龟用。好，整定几粒地雷喺度。会唔会一爆就爆两个？好，喺边啊？佢好似行紧路啊！佢一讲咩吸咩咩咩构图真美就系好似现咗身。好，会飞去边啊？好，放飞刀，吔屎啊！过嚟啊！唉，啊过瘾嚟啊，关啊 ！Going to pay for that。佢揭私底里嗰啲声啊，最好听。啊，吔屎啊佢对。哦，走去边啊？阿修罗之魔抵啊！废柴，好，系啊，七伤拳炸自己，自己俾爆炸炸中都冇俾佢刀仔片咁多，吉落地下仲好，一嘢炸落，宁愿炸中自己，提前腰斩啊！都剩翻好多嚟唔切创作嘅艺术品啦！你毁咗我嘅工业啊！你睇下我啊！你将我变成咗杰作啊！一定要记录低啊！如果相机喺度就好啦。放咗喺边啊？黐孖筋，喂！呢度仲有啲子弹，使乜咁急住啊？我帮佢应，时间仲够啊！哇，原来佢未，仲可以攞行到，仲可以攞到相机，影多张啊！最后嘅相啊！哇！神枪手，Lily，Lily， don't be afraid， 唔使啊，惊啊，宝贝系我啊，老豆啊，唔系啊，老豆死咗噶啦，宝贝，好似佢哋话我死咗，但系唔系真啊 ，Lily。求下你啊，我 ！Come out, Lily.
上嚟啦，你don't have to hide. 你唔使匿埋啊！咩呀？嗰啲啊？呢个乜水啊？哇！好多嗰啲白色嗰啲一撇撇白胶像。过嚟妈咪呢边啦，莉莉，我会保护你。Myra， 麦拉，走开！你想将佢带走？哇！个黐孖筋！哇！Lily， 白痴，啱啱莉莉好似都唔想我救佢，跟住而家又叫我救。啱啱你记唔记得佢只手系好似举嘅叫我救佢，但系根本一开头佢都唔想认我，吓、啊？又咩啊？家私大战啊？话咩龙执手？系啊，呢度系边度啊？Myra， 麦赖，佢老婆啊叫麦赖。I'll be out here for you. 我喺外部帮你，另一个人会喺入边帮你嘅。Kidman， 基曼，佢知道麦赖喺呢度。只要你俾我入去，我愿意保持安静。Shit！ 该死！横 chapter 九，第二邪灵，又系咩啊？麦拉变咗米青兽啊，系嘛？吓，总之就系而家就系发现咗佢老婆原来都未死咯，就喺呢个世界入边。跟住莉莉又俾佢捉走咗，佢好似似乎都知道我嘅存在。What is this？ 呢个咩啊 ？Where's the mirror？ 点解块镜唔见咗嘅？好，黐孖筋！我其实唔知中我打嗰个艺咩史提芬奴，有段时间攞散弹射咗几廿炮都唔死，爆炸战攻击力系散弹嘅一倍，好似中咗几次爆炸战，佢即刻瓜老衬，吓、啊，系要用咁样爆炸战夹埋散弹先至可以怼得冧，同埋啲潮文都差唔多啦。今日呢篇潮文咧就有一位啊，叫做威 man 嘅兄弟写嘅。好啦，早排咧某间餐咧做 part time 做厨房仔啦，做咗两日都算 OK。点知咧上星期咧实在太多人食嘢，搞到咧成个厨房磨到 high high， 但系都唔算咩大问题。直至有个侍应就入嚟啦，我见佢嘅面色慌慌，心谂咧系咪做错嘢？点知佢大叫一声。鸭鱼鸡粒炒饭一个，成班厨房师傅同一时间咧停晒手，用一种惊讶眼神望住个侍应仔，我都呆晒，到底发生咩事？佢见大厨喺裤袋入边咧攞一支烟出嚟，慢慢咧放喺口入边，再点住佢之后同佢讲一句：准备。到底鸭鱼鸡粒炒饭要准备啲咩咧？突然之间，厨房佬一齐除裤拎条巨龙出嚟喺度捽个龙。我心谂咩事？点知大厨即刻 叫我一声，你仲唔快啲准备？知唔知个客等紧噶？之后我就同其他人一起咁样做，但系完全唔明白有咩意义，只系捽下捽下捽啲巨龙嘅屎出嚟。个大厨即刻攞嗰啲巨龙屎放落去个鼻度闻一闻，讲咗声，果然够咸鱼味。到嗰一刻，我终于明白，原来一个靓嘅咸鱼鸡粒炒饭系要靠龙屎去。
啊，将嗰个咸鱼味吊出嚟，集合咗数十人精华，果然令客人食得精津津有味。应该就系呢个，应该都系假噶啦，系嘛？冇可能系发现出现呢啲戴定头盔先啊！呢一个潮文就系呢个不代表本人嘅立场，即系由威 man 呢位人讲，纯属虚构啊，如有雷同嘅，实属巧合啊！咁啊，今日都差唔多啦，明天就再见，系咁先啦。